对不起，别跟我说对不起。这话你应该跟师傅说。相信证据，警察这对真相负责。这也是师傅说的。天生是个好徒弟啊。师傅没有教过你如何去信任别人吗？还是你这方面天生就有障碍呢？那段彦君也是你找来的，他说的话难道你没听到吗？所以你身边的人就有相信师傅的地方。我再说一遍，我相信证据。那你告诉我。 费正当初为什么会怀疑你的身份？师父出事以后为什么整个九州的毒品交易模式就改变了？云浩送给师父的手表为什么会出现在段彦君那里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不给你答案！你醒醒吧，师父就是毒贩，这是唯一的答案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们说什么？我爸，好，毒贩。 好，云浩，好，云浩，你谁呀？你谁呀你？乐乐，呀！哎呀！别过来！ 下一次，这孩子怎么了？爷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乐乐，乐乐，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老爷，乐乐，我害怕。啊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乐乐，老爷在呢啊。 乐乐，稍等一下啊，老爷马上回来啊。